特区政府持续举办大型文体品牌盛事，促进产业联动，有序招募第十五届全运会志愿者，积极推进一基地阅读之城建设，提升澳门文化形象。随住离岛医疗综合体将分阶段启用，助力大健康产业发展。教育上，提升院校办学素质、科研水平，强化产业导向课程，同外地优秀院校联合培养人才，推动科普教育，善用澳门科学馆及院校资源，培养科创人才。透过人才引进法律制度，设高层次评审架构及严谨评审准则，有序推出三类人才引进计划。